还是要给他多哟。有了，我稍微这边有他哎，这边有，刚刚有。你的发，你的发根开始松开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变好蓬松哦，你不用梳子啦。不用梳子吗？其实你不用梳子，哎，你好看很多哎。对啊，这一天要剪出来的鼻耶，真的超明显。我们用的是米淀粉，然后再搭配矿物的粉。它是一个超细超细，是超细的，对，它可以快速吸收肌肤表面的油脂，然后因为它是米粉，所以其实它是用很天然的成分，所以对你的肌肤来讲是完全没有负担的。对，你看我弄在头皮哦，我的头皮不会痒，我也不会闷，也不会有白色的，对，也不会有白色的屑屑。然后因为它里面其实我们用一个专利控油的技术，让这整个在妆上面它是更服帖、更易服粉的。再加上其实它在上去的时候，它会有一个很自然的妆感。我的脸其实是算就是这边蛮干的，但是是我他们家的蜜粉是我上是 OK 的，因为它轻拍上去，它其实不会让你觉得质地很大颗，就会觉得很粗。它是就是很贴很贴，然后那个粉非常非常的细小，因为我们的你的头皮更嫩。对，现在真的是非常容易出油，细油。对。今天不管是头啊或者是脸啊，像我刚刚其实也用蜜粉就是去让我们的头，像我自己如果平常带的蜜粉在外面的话，除了做护肤，像这一款蜜粉我就会把它拿来做